好，来看共军先前进行了围台军演，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到福建进行考察，就针对这件事情说了，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面，希望大家迈出更大的步伐，同时还讲了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，增进台湾民众民族文化跟国家认同。那实际上呢，纽约时报报道了，环台军演其实不是只有练兵啊，测试台湾防卫实力这么简单，这样的行动传达了其他的讯息，比方说这可能会吓走台湾的外资，进一步的回流到中国去救他们自己的经济。那同时呢，也要增加了美选期间呢，可以有更多的中国话题。其实中国动作这么多，不限于军事跟文化上面，现在在网络上面一样也有，像是有匿名爆料说我国的海巡、枪械、团艇这些装备不足，或者中国小艇偷渡来台等等。国安单位研判，这都是中共啊结合军演发动的灰色侵扰行动，而且呢，也针对海巡单位这里来进行严加的戒备。